有时候设计不好看，只是因为缺少一款合适的字体。今天分享的是个超实用的字体网站，帮你解决关于字体的三个主要问题，让你以后不用再为字体发愁。第一个问题，免费可商用字体去哪里找？首推两个专门提供免费可商用字体的网站，100font 和猫坑网。不管是电商活动字体、书法字体，还是卡通体、像素体等等，都可以找到。字体丰富，分类细致，不怕你找不到想要的字体。两者的区别在于，100font 更加简洁明了，字体都整齐划一的展示出来，没有多余的内容和碍眼的广告。而猫坑网的字体更加丰富，目前100font 只有100多款字体，而猫坑网有396款免费字体。Nice。第二个问题，字体下载太多，又乱又杂，怎么管理？可以试试自由网，它除了提供881款免费可商用字体外，还有一个相当实用的字体管理软件，可以帮你查找、筛选和管理字体。软件有2000多款精选的字体，可以通过字体名称、分类标签或者预览样式，快速查找你想要的字体。找到后，字体点击激活就能够使用，都不用下载。激活的字体可以收藏到我们创建的分组里，方便管理和使用。而我们电脑里的本地字体也会被自动读取，不需要重新上传，直接分组管理就行。而且它还可以链接 PSAI 等设计软件，可以直接在设计软件中一键替换字体，让设计事半功倍，非常方便好用。第三个问题，看到喜欢的字体不认识又好想又怎么办？可以使用求字体网，顾名思义，找字体就用这个网站。在网上冲浪时看到喜欢又不认识的字体，直接截图上传图片到求字体网，就可以快速识别出来。它的字体资源非常全，所以目前可以识别中英日韩法德等多国语言的字体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如果觉得这期内容有用，记得在收藏之余点赞支持一下。如果你有什么问题，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